自己。刚刚有提到生日愿望，第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是包括柯震东先生吗？所有的朋友，也包括你。那你全部的人都、就是、嗯。所以你要不要讲一下，因为他今天发生这件事，你要不要讲一下对这件事？那我们都很遗憾，然后也很难过，然后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就是给他们多鼓励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再次站起来这样子。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然后我相信大家看到很多很好的作品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就这样让他可以好好的跟家人一起。对，那我就希望他可以很快好起来。我好像不喜欢那个房祖名带柯震东去夜店，有这种事吗？其实这些就是都是，对，都是一切要问，都是其实应该问他们当事者。我觉得现在在我的记者会、发电记者会，我觉得大家就专注在我的专辑。